叫 Carlo， 是卢森堡人，67岁。现在我在卢森堡大学工程学院学习汉语。我希望2021年这种新病毒会消失。无论如何，新年快乐！你好，我叫 Oksana， 我在卢森堡大学工程学院学习。我很喜欢汉语和中国文化。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我叫 Lorenzo， 我是卢森堡大学的博士生，我也在卢森堡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新年快乐！大家好，我叫 Bianca， 我在卢森堡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我在卢森堡大学的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我成功的通过了 HSK4 考试，新年快乐！你好，我叫楚江，我是卢森堡人，我今年61岁了，我在卢森堡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我通过了 HSK1 考试，今年快乐，再见。大家好，我叫泰山，我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特别喜欢这门语言和中国文化，值此新年之际，祝您几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新年快乐，牛年大吉！你好，我叫森尼，我是法国人，我在卢森堡大学工作，我在孔子学院学汉语，新年快乐！大家好，我叫戴丽娜，我是德国人，我是孔子学院的学生，我通过了 HSK1 考试，新年快乐，再见！大家好，我叫 Pietro。我在卢森堡大学学习数学，我也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成功的通过了 HSK3 考试，新年快乐！大家好，我叫 Claudia， 一年前我在卢森堡大学孔子学院开始学习 HSK3 课程，我的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谢谢老师，谢谢孔子学院，新年快乐！大家好，我叫路易斯，我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祝你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岁岁平安。Bonjour à toutes et à tous, 大家好。Aujourd'hui, l'Institut Confucius à l'Université du Luxembourg vous a préparé un épisode spécial Nouvel An chinois. Nous allons vous montrer quelques traditions et vous enseigner différentes expressions utilisées lors de cette fête. Allez, c'est parti! Guo Nian Hao, Guo Nian Hao, Xin Nian Kuai Le, Chun Jie Kuai Le, Xin Nian Hao, Guo Nian Hao, Xin Nian Kuai Le, Chun Jie Kuai Le. Hein? 这个字是不是也到了？对，福就是幸福，到和到是同样的发音，所以福到了又表示福到了，这是我们春节的传统。啊，原来如此，谢谢你，我又学到了，祝你新年快乐。谢谢，你也是。谢谢。幸福，福到了。福到了，这是给你的红包，祝你一帆风顺。谢谢爷爷，祝你万事如意。红包，祝你一帆风顺，祝你万事如意。来了，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哇，你家很漂亮，这是什么？
这是春联儿。过年时，我们把左右一样的句子贴在门上，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愿望。太好看了，我也想要。没问题，我送你一副，快请进吧。谢谢。春联，多吃点，多吃点，谢谢，谢谢。来来来，干杯！大家春节快乐！这是什么节目？啊，这是春晚。大年三十这一天，我们中国人会先吃团圆饭，在一起看春晚，庆祝新年。真热闹哎！过年好，新年快乐！春晚，干杯！ Nous espérons que vous avez apprécié. N'hésitez pas à vous abonner, à liker et à partager nos vidéos.À la prochaine, 谢谢你们，下次见。卢森堡大学孔子学院，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